Hello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呢要来公布我们兄弟姐妹的 YouTube 收入。那到底要怎样赚到 YouTube 的钱呢？今天我就要来解释给大家知道。如果你要做一个 YouTuber 的话，你至少要1000个 Subscriber 跟4000个小时的 Views。这个门槛是非常难达到的，对我来讲啦。我们兄弟姐妹是很幸运，第一个月就可以达到这个门槛了。那我们就是陆陆续续这样子一直累积累积累积，今天终于给我拿到 YouTube 的钱，就在这里。那如果你达到 YouTube 的门槛之后， Google 就会给你这一封信。拿到这封信，你就可以开始在网络上 create 新的 account。 这个 account 是 for 他要付钱给你的 account。 我们累积了快3个月才拿到这笔钱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公布我们 YouTube 到底收到多少钱吧。 OK， 这个就是我们的收入啦。我们的总共收入是104块美金多。我们兄弟姐妹4个人嘛，到底要讲分呢？因为104美金又不是讲到很多，换算过来大概400多块马币。那我们之后有讨论到，不如我们第一笔收到的钱就来花掉它吧。那要怎样花呢？我也不知道。那我们就看到我们花钱的当天吧。这样子的，已经拿了我们第一笔 YouTube 赚的钱，现在我们打算去庆祝。所以我们来到了 EQ Hotel 里面的那个51楼的 bar， 叫做什么 Blue。 来，我们看一下。 So I just pressed the 51. Oh, and the special card. 哎呦，最高人真的。我们今天拜一来啊，如果拜六礼拜的话，应该很多人。吓吓你们是吧？哇！没有 ，KLCC 不是 poster 啊，真的哈。啊，威力三大，哎呦 ！My God，Monday 没有人，刚刚好。Oh my God！ 礼拜天没有门来。哎，很像我们去泰国那种感觉。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？其实因为我们要庆祝我们的第一笔 YouTube 赚到的钱，103块美金。因为我觉得很伟大了，因为 YouTube 感觉上是很难赚到钱的，但是我们赚到103块了，耶！然后看我们叫了一人一杯 hotel 啊，大概50-60块一杯。给了60块啊，60、24，200、400还有200。200叫了3样吃的，一个90多块，一个40多块，一个30多块。来这里就是一个感觉，为什么我们来这里呢？第一就是要过年啦，有新年的气氛啦。新年的气氛。什么气氛啊？今天？慢慢的气氛。财神到。很恐怖的样子。我是觉得狗。年年的比较好看一点。哎呦，我们想要老实讲啊，103块美金啦，我不知道奖粉，25块美金又太少。要做我们也不知道啊，所以我们打算就第一笔钱来庆祝啊。其他的呢，每一笔的 YouTube 钱呢，我们打算下个月也是一样啊，庆祝。对啊，我们要存上来。反正来这里啊，不如我们先讲一下啦，讲一下今年的什么愿望啦。希望中 Jackpot 哦 ，Jackpot Toto Supreme 啊，6億58的那个啊，现在44 million。那什么意思吗？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维拉他要结婚啊，我跟他讲了啦。啊，维拉今年一定要结婚，嫁得出去啊。事业顺利啦，事业顺利啊。事业顺利哦。我呢，最希望是第一个愿望，我有很多愿望啦，我先讲第一个。OK， 我今年呢要瘦身。哇，我就希望我们的 channel 可以突破至少 10K 啦。
你们完全没有把希望放在我们的 YouTube， 只有我，全部都没有做工啊，没有像我勤劳啊，我录视频我录几多，但视频全部在我手上啊，我也是很多视频在手上啊，但没有，全部我剪的，我要哪每天都介绍那个古早味的，那我希望我可以定时每个礼拜出一个影片呢、啊。然后最后也是要感谢啦，感谢愿意看我们影片的人，就是我们就是还在慢慢进步啦，希望我们这个 YouTube channel 可以给大家欢乐。哟喂，啊，天长吸一口啦。OK， 说、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， 要谢谢大家有小小的成绩 ，at least 我们吃得起生蚝啊。所以我希望下一次啊，包上七头啊，就是有鲍鱼啊、刺身之类的啊。我要感谢。那我们会录制更多好吃的地方啊，还有有趣的有趣的地方啊，都要全靠大家。谢谢大家的支持啊，广告记得不要按 skip 啊，谢谢。看完的，看完的、谢谢大家支持，我们在此祝大家来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是不是很恐怖哎？有恐怖啊，我样子。有，这样子是魔鬼，到上面蛋糕拉高那个，这样子是天使啊。来，帮我开一下灯，我讲一下。来，我介绍我的水啊，它叫 Mai 啊，M A I Mai Gai，OK，K A I。来了，429块，哎，有超出预算吗？超出了一点点了，超出29块呢，29块，哥哥出啊。没有吗？北京是坏事吗？这里是最大的，这是买单。谢谢姐姐，已经在，谢谢哥哥，谢谢哥哥。那400块来超市。Happy New Year，Happy Brother，Happy Brother。哥哥 is handsome brother。Yeah, you can follow our channel, subscribe our YouTube channel. Lim brother sister. Lim brother sister. 下次我安排啊，吃什么？看他晒。